我们这边的打网方是分分，但是一路反过的拉圈碰，你看见没有？也不知道能不能撒圆，但是咱希望能撒圆，朋友们。听人家说，这个圈拉圆了，网又能撒圆，是不是真的？朋友们，咱看一看，就这么拉，拉，拉。看到朋友们，基本上拉的比较匀称一些，是吧？打网，打网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休闲娱乐健身，朋友们，是不是？啊，打得板板正正的，也不要太着急，不就是玩嘛，是不是朋友们？锻炼，上一下，看看朋友们，怎么着，提起来一两个都，然后看好了，越刷越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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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高，再高，再高，到了那种程度，朋友们看见没有？抓起来一两个都。天哪，光开船了，也没大撒啊、不知道能不能撒开。如果能撒开，给永弟点一个关注，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忘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来。也不是太圆滑，将就吧，朋友们，感谢大家。